家好，我是南宁五环边上的一个农村出来的，已经到南宁打拼整整20年了。经过不懈的努力奋斗，现在嘛，终于什么都有了。以前从一无所有，有老婆了，有小孩了，还有车有房，最关键还有存款。现在100,000,000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拿得出来的。然后名下的话还有几间店，分别在这个南宁的朝阳路、东阁路还有民族大道。总之现在我的银行卡每天都会有新的入账。总之这辈子真的是福星高照，终于不用再担忧这个钱的问题了。大家如果还没有像我这么成功的话，也不用发愁，也不用灰心，更不要系统。因为只要有梦想，只要很努力，就一定会成功的。因为我觉得成功其实是很简单的。然后这个位置太好睡觉了，刚才睡了一觉，还做了一个美梦，太爽了，梦见自己什么都有了。这种白日梦还是少做吧，还是赶紧送外卖了，一睡就睡了几个钟头了。虽然这个月的伙食费啊，还有房租啊又头疼了，上个月老婆还埋怨说给小孩的伙食费、生活费给少了。难搞，还是赶紧送外卖吧。奶奶先送慢了又不得了，慢了等一下迟到了，一扣就扣几块钱，真的心疼死了。不多说了，马上去送外卖了。冷暖哪可忧，回头多少个秋，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出错漏，刚刚听到望到变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，一生何求，常判决奉义已拥有，后阵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去，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，一生何求，曾妥协也是个苦斗，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那可收，一生何求，谁计较赞美诅咒。